后，南部有部分位在山区的学校，学习资源非常的缺乏。而屏东县的社福团体最近就特别跟企业合作，为学生打造全新的学习空间，其中有教室，也有图书室。他们还特别把为灾区学童进行心灵辅导的空间取名为“彩虹屋”，希望小朋友的未来都是彩色的。社工和雾台国小的学生围成圈圈，正坐在新的教室里阅读其他国家小朋友寄来的信。那你们住的地方怎么样？都九十六，八八水灾。那时候你们都在哪里？家里。我们都在台北。在水里。透过这些描述房子淹水的信件，在社工带领下，小朋友的童言童语呈现出他们灾后的心理状态。这里是家福基金会在雾台国小新设置的辅导諮商空间彩虹屋，里面不只有做辅导諮商的空间，也有新的图书玩具和上课用的新教室。旋转。目前是电脑方面可能是比较缺乏，因为目前我们的校舍比较不足，以前是没有，那就是说是图书是发到各班教室。八八风灾以后，部分山区学校还像雾台国小这样，借用其他学校作为临时学区，使用空间太小的旧教室，教学资源也很缺乏。这个彩虹屋就是第一个民间规划、企业出资，专门为灾区学校增建的学习空间。我们就把学校的个别化的需求，例如雾台国小，它需要教室的这个空间，然后孩子需要阅读的这个空间，我们跟彩虹屋的諮商室的功能做一个结合。有了新的学习空间，社福团体接下来将可以更密集的为小朋友做灾后心灵重建课程，但在电脑科学实验等课程上面还是很缺乏资源。社福团体希望能够继续帮灾区学校募集，也要继续为其他有需求的灾区学校打造另外一座彩虹屋。记者王玉芝、蔡明孝，屏东报道。